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如何修禅定啊。呃，因为我们很多人在问，啊，我们修完了这个出离心，修完了菩提心以后呢，下面呢，我们修什么呢？啊，有没有什么可以修的呢？啊，那么就是，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啊，给大家。 讲一讲这个禅修，嗯，呃，那么禅修啊，我们可以分两种啊，一个就叫做极止啊，另外一个呢就叫做生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禅修啊，就叫做极止啊。那即止是什么意思呢？即止就是说。 急，呃，就是说，我们的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念头啊，各种各样的善的、恶的，各种各样的念头，嗯，就是停下来，然后停下来了以后呢，咳咳我们的心呢，就是它就可以、就是，就是就就成为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进入一个非常这个平静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哎，这个状态，呃，这个境结。 就叫做极致，就叫做这个禅定啊。那这个机制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啊，那、啊、就是有很多方面的啊，主要几个方面啊，一个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做的时候啊，大家心静不下来，然后就是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修无常啊，修慈悲呀、啊。 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总是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些念头啊冒出来，然后就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影响，哎、呃，我们的这个禅修的这个状态，呃，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啊坚、呃、持这个真正的这个禅修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主要就是因为这么多的杂念啊。咳咳 那杂念这个怎么样？呃，让它啊、呃、静下来。呃，首先这个杂念呢，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减少。然后呢，最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平静。啊、呃，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啊、呃，方法就是禅修。那这个通过这个禅修啊，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就进入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呃，这个状态呢，啊、呃，就叫做极致。 啊、呃，但是这个机制啊，它还没有这个智慧，也就是说，它这个时候呢，它还没有哦真悟，嗯，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悟，只有呃心很平静。但是这个心很平平静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啊、呃，我们修任何一个法啊，任何就思考任何一个问题啊，就是。 注意力啊不能集中啊、呃，然后呢心就不能不能平静啊、呃，就这么几秒钟以后呢啊、呃，然后又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啊、呃，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想啊修的啊、呃、这个法是没有办法修啊、呃，不相啊呃不相出现的这些杂念呢啊、呃，那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呃、就经常就是出现，那这样子以后呢没有办法打坐了。 哎，这个大佐，啊、呃，很多人就说很痛苦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嗯、没办法坚持呀，没办法这个进入这个禅修的状态呀、啊，啊、呃，那其实是不需要，不需要这个痛苦啊，这个就是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训练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去训练啊，然后慢慢的，哎、呃，这个可以可以做得到啊、呃，可以做到。 没有这个太多的啊念头啊，就是相对来说呢，心啊啊就是非常平静，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当我们修出来了这个机制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去思考啊、哎、菩提心，那思考菩提心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那些各种各样的杂念的干扰。 哎，所以呢，呃，可以坚坚持很长很长的时间，哎，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份啊，这个一个小时，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去这个修菩提心的话呢，那那不间断的一直都是这个修，这个呃慈悲心或者这个菩提心啊，他就在这个这个修法这个这个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不动摇。 哎，非常的这个稳定，在这个当中不动摇，他一直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当中啊，没有什么念头，他可以就是坚坚持、继续修这个法。哎，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不管是修出离心呐、啊、菩提心呐、啊，修任何一个法，这效果啊、呃，就是就不一样了。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啊平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杂念啊，那这个时候呢，特别的容易看到他的本心，哎、呃，他的本质。那看到他的本质，呃、这就叫做正悟啊，这叫做正悟。所以，这个修机制啊，是是有有有有很大的必要，哎、呃。所以呢，呃，就是我们修完了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哎、呃，修完了这个四家性五家性。 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啊，就是开始修啊，这个机制修禅定。那么这个禅定呢，啊，就是不管是这个藏传佛教啊、汉传佛教啊，任何一个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他们都需要修啊，显宗、密宗都是一样，都需要修这个这个禅修。在这个禅修的基础上啊，然后就这个政务。 哎，呃，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这个次第啊，汉传佛教的禅宗它也有这样子的次第啊。什么次第呢？先正悟，然后呢后修心，哎，或者是先修心后正悟，哎，有这样子的两个这个这个次第啊。那么就像像那个像柳柳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人呢，那么他就。 根基非常的好啊，所以呢，他就很容易呃证悟了。但是证悟了以后呢，他是不是成佛了？从此以后就是不是不需要修呢？也不是啊啊、呃呃，还有啊、呃、上升的这个空间，哎、呃，所以呢，他也需要继续修。但是他已经证悟了，哎、呃，那在这个证悟的基础上修，那么这个就叫做先证悟啊，后修心啊、呃，这个就是我们佛教历史上啊、呃，就是少部分的人。 就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嗯、啊，第二个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走的路就是先修心，哎，后正悟。那么，先修心是什么呢？修什么呢？就是修这个禅定，哎，先禅定，修禅定，然后呢，通过禅定把我们的心静下来，哎，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通过这个观心的方法，然后到时候就观察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 哎，这样子以后呢，一下子就可以呃看到他的本心，那这就叫做这个开悟啊。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贤啊，这个修心啊，后证悟啊，这么两，这有有有这么两种啊不同的路。那么先正悟后后这个先修心后正悟的这个修心，那么是主要就是禅定啊。那么禅定的前面呢？ 啊，有处理心，有菩提心，哎、呃，然后这个处理心、菩提心拆开了以后呢，这些修法呢，就叫做这个四加心、那五加心，就是这些修法了。那么这些修法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当啊这个可以修禅修，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证悟，还没有证悟啊，但是呢啊可以修，那修了以后呢，心很平静啊，平静了以后，然后就是哎、呃、这个。 离正物啊，一步之遥啊，就已经就就很快很快了啊，离得很近了。那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我们之前的这些啊，这个拜佛、忏悔、哎积累福报啊、呃、等等啊，这些如果做得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禅定的基础上就，就就就很容易呃正物哎，很容易正物那么这个呃机制的。 嗯，它的主要的这个这个几个啊，这个好处就是这个，一个是它啊、呃、可以呃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效果啊就不一样，它非常平稳的啊、呃、可以修，修很长时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政务啊是很有用的，它是政务的基础。 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把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啊，或者是四加心五加心修完了以后呢，啊，大家啊要修这个这个禅定啊，呃，那么很多人问呢，那要那那这个禅定怎么修呢？啊，禅定怎么修？这个寂制怎么修？寂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修法？哎，有很多人不懂，哎，有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啊，给大家。 介绍，哎，这个一个禅修的一个具体的修法，哎，就是机制的具体的修法。嗯、那么，呃，禅修啊，这个机制啊，它分两种啊，一个就叫做有相机制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叫做无相机制哎，两个不同的呃这个分类啊，两个不同的种类。那么。 有相即知，哎、呃，有相即知，里面呢也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这个修法方法是非常非常多啊。那是不是我们每每一个人啊，一定要去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有相无相还有有相气质当中的所有的修法，是不是一定要完成呢？是不是一定要去修呢？啊、呃，那也不一定，呃。 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啊，如果自己找到哎某一个修法对自己特别这个相应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修这个修法，其他的呃现在是不修啊，那也是也是没问题的，嗯，小锅最终最后的效果啊啊、呃、都是都是一样。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嗯给大家啊、呃、介绍两个哎这个两个。 不同的这个这个禅定的修法，两个不同的禅定的修法。呃，那第一个修法呢叫什么呢？叫这个数息法啊，数息法，这、呃就是第一个啊、呃。第二个呢啊、呃，就叫做这个散子五声金刚颂啊、呃，就这个两个。 啊，两个都跟我们的呼吸呀、啊、有关，这两个都是呼吸有关。一个是前面的一个是显宗的修法啊，你好，显宗和密宗共同的修法。那么后面的这个善字无声金刚颂啊，啊，这个是密宗的一个机制的修法，有这样子的两个修法，两个呃是非常具体的这个修法啊，大家啊、呃、以后呢一定要修。 那首先第一个呢，咳咳我们将这个贤宗的这个数息法，哎，数息法，这个数呼吸啊，这个数呼吸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方法呢，在佛教里面呢，广泛的应用啊，小乘的、大乘的、仙宗的、密宗的啊，南传的、北传的，反反反正这个所有的佛教啊，他、呃、都在用啊，啊、呃呃，这个方法呢，呃，很具体。 啊、呃，也很简单啊、呃，效果也很不错，呃，所以呢，就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啊，大家都都都在用。然后这个数呼吸的这个方法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法啊、呃，不同的方法。那这些不同的方法呢，啊、呃，这些虽然这个方法上面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也有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这些方法呢也是不矛盾的，哎、呃，这个方法都有它自己的。 作用，它自己的效果都是没问题的，都是可以用的。那、嗯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呃熟悉的这个修这个方法呢，首先第一个是介绍一下显宗的这个熟悉的方法啊，这个特别的简单啊。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姿势啊，身体的姿势，这个任何一个大作啊，尤其是这个禅修啊，都要做。 这个身体的这个披露七发啊、呃，这个就佛教的这种大作的这个姿势，哎，这个我们今天呢不就不不展开的讲啊、呃，这个应该不需要讲了，应该大家都是知道的啊、呃嗯。就是身体啊，一定要做这个披露球、披露披露七发，这个这个姿势呃很重要啊、呃。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这个姿势它本身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嗯，就是通过这样子的姿势啊、呃，打坐的话呢，相对来说啊，心、呃、容易平静。哎，如果不做这个姿势啊，就是换另外一种这个姿势，呃，随便就是就某一种姿势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心啊就不容易静下来。哎，那这个是主要是啊，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初学者，初学者。 呃，就是我们的修心的这个这个功夫啊，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这些问题都就,就不不不重要了。哎，什么样的姿势都是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嗯、开始的时候啊，初学者这个身体的姿势也是非常的重要。哎，就是做这个披露气法，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排除污气，哎，污垢的这个气啊。呃 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也就不需要讲了。哎，这个大家也是应该知道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呢，那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资料。哎，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啊、啊看啊、听啊，都是都是没问题的。啊，但这个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回，啊，一定要会做啊，一定要做哎。哎，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 我们观想啊，这个佛陀，然后花光融入自己的心啊啊，这些啊也要做啊、哎，这个也要做。那这些方法呢，也不需要讲，因为这个都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哎，这个就我觉得应该大家也知道，如果不知道这个很容易，哎，我们可以很容易学到这些、这些、这些都不需要。 哎、呃，一个一个的解释，哎、呃，但是呢，我们修心的时候呢，啊、呃，一定要做，哎、呃，这个每一个啊、呃、这个环节啊，一定要做啊、呃，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哎、呃，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么这三个啊、呃，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啊、呃，就是发菩提心啊，皈、呃、依啊，发心啊，啊、呃，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啊，就是就是正常的这个修法常啊常用的这个皈依啊发心都是常用的这个修法啊，就也也也是这个我们修禅定的时候也要这么去做。嗯，常规的修法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常规的修法啊，皈依啊发心啊都是任何一个佛佛教的修法都是这样子。嗯，任何一个修法都不能缺少皈依。 和发心，哎咳咳，我们就发现，比如说，任何一个这个衣柜啊，任何一个衣柜，它的皈依和发心呢、啊，都是要念三遍啊，皈依念三遍，发心念三遍啊。那后面的这个衣柜呢，不需要念三遍，就念一遍就可以了啊。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皈依发心相当的重要，相当的重要，所以呢，必须要。 念重复三遍啊，那重复三遍这个文字重复三遍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当然不是啊，因为这个重复三遍的话，到这个这个这个当中啊，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去发菩提心啊，去皈依，有有这样子的时间哎。其他的这个衣柜呢，衣柜的这些这些这些任何一个文字啊啊，就念一遍啊，有念一遍啊就可以了。 但是皈依法行就不一样了啊！那皈依法行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很重要，哎、呃，所以念三遍。但是我刚才讲了啊，念不是最重要了，就是因为念的过程当中要去想啊，去修，哎、呃，所以要有足够的时间啊、呃、去这个修。所以就是这个都是都是不能缺少的。好，这个做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啊开始、嗯、这个修。 啊，这个机致的有相机致的具体的这个修法啊，疏呼吸。好，大家啊，一定要这个认真的，呃，认真的用心啊、呃、去听啊、呃，因为这个我们呃，这个修法就是不是光是听，不是光是学啊、呃，这个要去做，哎、呃，大家要去做哎、呃。然后以后哎、呃，就是能不能正悟哎、呃？比如说我们修这么多的法，最终的。 最终的目标不就是一个吗？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正悟，活得智慧。哎，为什么要活得智慧呢？因为我们轮回就在六六道轮回当中的这样子的这个，这这个辗转不息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无名呢。哎，没有别的，就是无名。嗯，那无名就需要这个智慧，有智慧，哎，就把这个无名可以可以端出。 蟾蜍，哎，然后五名端出了以后呢，然后啊，这个整个轮回就就就呃就停下来了，哎，那么这个当中就解脱了，哎，所以就是最终就需要的是什么呢？最终需要的就是这个政务空心的这个这个智慧，哎，这个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这个目标。 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啊，那么如果我们之前的每一个环节啊，都认认真真的去做，哎，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真悟啊，也是有有可能的啊，也是很容易的。但如果前面的这些基础的修法啊都没有去做，哎，呃、哎，都忽略了，呃、哎，治治本，哎，后面最后的这个这个智慧啊，那这个是不不现实的。 不现实，哎，所以呢，这个一步一步的去修，哎，所以我们，啊、呃，今天呢讲的这个法啊，是大家要修的，哎，所以大家要认真的这个听，认真的记，啊，这个很重要的。 呃，那么我们嗯先讲这个第一个这个胡吸熟悉的这个方法啊。那么这个熟悉的方法呢，是贤宗的这个熟悉的方法，其中也有两个不同的、呃、这个方法啊，两个都给大家介绍。 啊、呃，那么这个当中的第一个呢，是特别简单啊、呃，这个就是特别简单。我们平时啊、呃，就是在一些一些公共场合呀，啊、呃，或者是这个非佛教徒的一些这个听众啊，啊、呃，推荐的呃一个一个方法呢，就是这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一个呃方法啊。呃 那这个方法虽然是简单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认真的去做的话呢，那效果还是有一样的效果，哎，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啊，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前面啊讲的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啊，然后就先静下来，啊，静下来以后呢，我们开始关注，哎，我们的呼吸，哎，开始关注呼吸，哎，平时我们的这个这个注意力啊。 根本就不在这个呼吸，哎、呃，我们的呼吸呀、啊，血液的流动啊，心脏的跳动啊，眨眼睛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脑它自己自动化的在做，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关注它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呃，去思考它，哎、呃，我们也不需要去刻意的去，哎、呃，这个操作，这个不需要的，它就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嗯，所以我们平时都不关注这些了，我们关注的都是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呢，啊，就不一样了。现在把这个全部的注意力啊，集中集中起来，啊，就是心往里收啊，往里收，呃、啊，不要就是往外啊散乱，就往里收收起来。然后呢，收起来了以后呢，啊，那它最终也有一个这个有一个。 脚垫呢？啊、呃，我们的心收起来了以后呢，那让他去，让他去想什么呢？啊，那也需要一个，也需要一个这个落脚的地方，也就是需要一个脚垫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呼吸，哎、呃，自己的这个呼吸。那呼吸怎么去这个、嗯、那个，呃，关注呢？啊，那关注呢，就是主要的。 这个比如说小乘佛教的这个修法当中啊，呼吸呃有好几种，有有有大概有五个不同的这个关注的方法啊，同样是这个修机智在说这个关注这个呼吸，但是呢从不同的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呃去关注哎，那今天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其中第一个。 呃，第一个，那后面这些呢，先暂时就不重，就就就不需要啊。先是第一个，那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去数呼吸，哎、呃，去数呼吸，哎、呃，从一到七或者从一到十啊、呃，都可以的，哎、呃，去数数呼吸，哎、呃，然后这个数呼吸呢，啊、呃，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是。 这个将这,这个最简单的这个数呼吸的方法啊，那这个数呼吸呢，它是呃一个呼和吸啊，一呼一吸啊，这两个啊啊就是作为一个数字，嗯，作为一个数字啊，一呼一吸就是一个数字。然后呢，这样子的数字啊，这样子的数字，我们从一嗯数到七，哎，数到七。 呃，或者是从一哎、呃、数到十啊，这样子。啊、呃，但是啊、呃，但是我们比如说刚刚开始学习这个这个禅修的时候呢，也可以，也也也不需要数这么多啊。数一到五啊，一到三啊，都是可以的啊。先数呃这个少一点哎、呃，就是从一到五啊，也可以从一到五啊。 然后呢，上限最多就是从一到十啊。后面呢，慢慢慢慢，就是两天、三天以后呢，然后慢慢的逐步的，哎、呃，逐步的就就输七个啊，呃，再后面呢就输十个啊。那数不数十以上二,二十呢，可以数啊。但是呢，呃，这这不是不是不是现在啊，以后这个修发修的比较好的时候呢，然后。 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可以输输五十个啊，五十个呀，或者是这个一百个、两百个，都是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呃，还没有那个禅定还没有修好的时候呢，这个梳子呀也不能梳太多，哎。那如果梳子太梳太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呢、啊、是一样的，就会会散乱，就会散乱的，哎，会散乱。 然后这个数字少了以后呢，数太少了呢，啊，那就慢慢的就会昏沉，哎，说昏沉。所以呢，就是最假的这个数字呢，就是七，嗯，到十，哎，要不就是数到七，要不就数到十，啊，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么数的时候呢，啊，就是大家嗯，就做好这个披露七法以后呢，然后就是全部的所有的注意力。 啊，全部的这个注意力就是专注于哎这个这个数字上面，哎呼吸上面啊，呼吸上面，然后全神贯注的去哎这个去数这个数字，哎，然后呢，呃，除了这个数数字以外啊，那就不想任何的其他的啊过去的、未来的任何一个事情啊，都不去思考。 啊、呃嗯，那这个叫什么呢？啊、呃，这个就叫做这个禅定的九个修法，就叫做九个方法，就叫做九珠心啊、呃。九珠心里面的第一个叫做叫做这个暗珠心啊、呃。暗珠心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啊、呃，把这个注意力全部啊、呃、把它拉回来、收回来，然后让它去思考啊、呃，让它去数这个数字。 哎，然后呢，就不让就想任何其他的事情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唯一一个的念头，唯一一个念头呢，就是这个数，这个数字啊，一、二、三啊，唯一就是这个念头，没有别的念头啊，没有任何其他的念头，就这个念头，只有这个念头。然后这个时候呢，哎，我们非常的转足啊，非常的转足的去。 这个梳这个梳子的时候呢，哎，然后这个时候呢，这叫做按住性，我们的心就按住在这个梳子上面了，就叫做按住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呃，无论是这个呼呼气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啊，都要清清楚楚的，就是感觉到，哎、呃、现在在这个呼吸啊，现在在梳这个吸气、呼气啊，这个是。 这个一直都是心啊，里面是非常的清楚的，哎，啊、呃，清楚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也没有别的这个念头。那么这个就叫做安住心，它就这么简单了、啊，非常的简单。它的主要的这个这个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修法啊方法就是这个，哎，然后呢，数、嗯，哎，数到七，哎。 呃，或者是后面的时候呢，就休了几天，三天五天，一个星期以后呢，啊、呃，如果想数到十啊、呃，也是可以的，哎、呃，数到十，十数完了以后呢，啊、呃，然后又回到一啊、呃，然后又从一开始啊，一、二、三啊，这样子慢慢的数，数到七或者数到十，嗯，然后数完了以后呢，啊、呃，又回来啊。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全神贯注的去去，呃，这个按住转注于这个、呃、这个呼吸啊、呃，没有任何其他杂念的时候呢，啊、呃，那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一个状态，这个叫做按住心，哎呃,呃，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这个呃徐主心，啊、呃，徐就是积蓄积蓄，哎、呃。 徐住就是是就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继续啊按住，哎这意思，让我们继续按住，哎刚才不就是按住了吗？啊，那么第一步就按住了，呃第二步就继续啊继续啊，那继续多长时间呢？能继续多长时间呢？哎，有可能就是五秒钟啊，有可能就是十秒钟，嗯，啊，然后呢几秒钟以后呢，然后。 这个有念头啊，又出来了。那念头出来了以后呢，其他念头出来了以后呢，那么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意识当中啊，永远都不可能同时有两个明显的这个念头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要有其他的念头产生的时候呢，这个疏呼吸就已经就这就已经不疏呼吸了。哎，这样子时候呢，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这个状态。哎，那么这个时候呢？ 但我们就是，呃，我们平时这叫什么呢？啊、呃，就这叫做呃走神，哎，跑神啊。然后在佛教里面呢，啊，就叫做吊局，哎，吊局就是说我们的心散乱了，哎，呃，虽然我们还在这个，就身体还在做这个姿势啊，那呼吸呢还是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呼吸，但是呢，心啊。 他已经不数这个呼吸了啊，他已经不关注这个这个呼吸，他已经在想啊别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那、嗯啊、必须要啊，必须要及时的发现啊，及时的发现啊，第一时间呃要发现啊，发现什么呢？发现我的心啊啊已经离开了这个数呼吸，哎、啊，就在也已经开始在想别的事情。 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解诸心，解就是力解的解啊，解诸心啊，解诸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讲啊，按住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啊，虚住是什么呢？继续按住，这个也知道啊。那解住是什么意思呢？解住力解的解。 截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戒”这个字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大做这样子修行的时候呢，走神的时候呢，立即就要就要了解，呃，了解，就这个意思。呃，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的话呢，呃，自己以为在大做，但实际上这个个都已经早就已经离开了，哎，早就已经不大做了，早就已经不舒呼吸了，哎，但是呢，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这样子这个。 啊、呃，就一分钟、两分钟啊，这样子就就一一直都是一个胡思乱想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但是呢，就没有发现，没有发现，那、呃、这个就是不，这个就是不了解，哎，所以就在不了解的情况当中呢，我们的意识啊，就已经他已经离开了目标了，啊、呃，他已经离开目标，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哎，就浪费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 嗯，然后不仅仅是浪费时间呐、啊，如果这种这种这种状态啊，这个如果习习惯了的话呢，那到时候这个就不好收尸啊。然后一大座就开始走神，走神，走神。哎，所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医师他离开的时候呢，立即就要了解，哎，就是要发掘，发掘这个情况，哎。 然后发觉了以后呢，哎，把它拉回来，哎，就不要让它走，哎，把它拉回来，就拉回来，然后让它按住在这个，呃，这个目标啊、哎。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数呼吸，哎，把它拉回来，让它继续去数这个呼吸，啊、呃，这个叫做解竹心，哎，那么解竹心把它拉回来了以后呢，拉回来了以后呢，那不就是又回到了这个刚才第一个，就按住，哎，拉回来以后呢？ 那让他让他干嘛呢？让他继续安住啊，然后又到了安住心，哎，安住了以后呢，然后又要这个又要又要坚持啊，继续啊，那就又又是这个这个虚住心啊。那坚持他坚持不了多久，他一定会走神的，走神了又把他拉回来，哎，又就又又又,又进到了这个解住心。那么这样子就是这个三个心啊。 就是循环，哎，循环，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禅修的一个过程，哎，啊、呃，这个是九竹心里面的前面的这个三个啊，三个，后面还有六个啊，这个六个我们现在暂时就先先先不用啊，就先用这三个，哎，这三个循环，哎，这样子一个一个过程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禅修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一个过程，虽然这个时候呢，啊，这个。 境界没有什么境界啊啊、呃！但是呢，这个方法调整的这个方法是没有错的，哎、呃，就是及时的发现啊，发现了以后呢，又把它拉回来，让它继续去修啊。那么方法都是都是都是这样子啊。整个的这个我们不管是修出一心呐、啊、菩提心呐、啊、修四加心、五加心、修空心、修什么心啊，方法都是都是都是这样子。这个特别的重要，呃，这三个非常的重要。 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把它拉回来，然后又让它这个舒呼吸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九主心里面的三主性啊，刚刚讲这三主性，哎、啊，然后这个我们下面要讲的任何一个这个禅修啊，它都要用这样子的方法，都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另外的这个几个呃禅修的方法，也是啊、呃、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啊，这个是很很重要了。 呃、嗯，然后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啊，打坐的时候呢，然后就心静不下来，有很多很多的念头啊，这个是正常的，哎、呃，这个正常，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为这个啊担心啊，这个是正常的。嗯，但是啊，就是必须要有这三个方法，刚才讲的这三个方法啊。 就是这三个方法啊，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啊来调整。那调整了以后呢，啊，那就是这个不需要怕啊，不需要怕有很多很多的杂念啊，这个是是是正常的，这没问题的。好、啊，这样子啊，这个反复的去数这个呼吸，全神贯注的去呼吸啊。那这个时候呢？ 我虽然我们也在竖这个呼吸，有这个念头啊，但是呢，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心很平静啊，非常的平静啊，跟平时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跟平时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心还是很啊很平静的，那就在这个平静的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呃感受啊这个这个平静，然后精养的。 啊，这个平静的状态啊，把它拉长，哎，这样子，好、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贤宗的第一个啊，这个疏呼吸的方法。那么这个疏呼吸的方法啊，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就是非佛教徒啊，他没有佛教的这个信仰的，啊，比如说有其他信仰啊，或者是没有任何的信仰的人啊，那那那我们大家的这个。 这个心都是很很浮躁的，哎、呃，静不下来。然后呢，想做想想很认真的、很专心的想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呃，就是就就就就,就散乱啊、呃。然后就是影响啊、呃、这个这个，呃，工作呀，影响这个学习呀，啊、呃、这样子。那么他们呢？ 呃，这种人啊、呃，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那他不是为了修行，他也不是为了解脱，但是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就是一个调整我们的这个心理的一种方法。哎、呃，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方法啊。这是第一个方法，这非常非常的简单。好，然后呢，第二个方法啊，那很多人也会问呢，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啊，那第二个方法也是。 也是这个这个疏呼吸啊，但是呢，这个疏的方法啊，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这数的方法有一点点不一样。疏的方法就是什么样的不一样呢？首先，这个和舒呼吸呢，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啊，这个披露气法呀，那这些都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些都做完了以后呢，啊，首先啊，静下来啊，听下来。啊 啊，就是听下来，先把调整一下这个呼吸啊，就是，呃，就是有正常的这个呼吸啊，也不需要刻意的这个调快啊、调慢啊，都不需要，就是让它就是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好、啊，那这个时候它就进入正常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哎，我们就是立即啊，从这个吸开始，哎，从吸起开始，然后呢？ 吸进来了以后呢，啊，这个吸气的时候呢，吸一口气啊，然后呢，这个气啊，就是往下啊压啊，就是就就观想啊，就到达这个肚脐的啊这个地方，哎，然后呢，就是就停留啊，停能停多久就停多久，哎，这个吸啊。 重重新呃重复一遍啊，就是我们吸气的时候呢，吸进来，吸进来了以后呢，就往下压啊。这秘法里面有很多这个往下压，这个有很多很多方法，但是我们就不需要这么那么那么复杂的这个方法，简单啊，就是往下压啊，心里也同时心里面呢也有观象啊。这个气呼吸了以后呢啊，就导。 啊，这个肚脐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呢，我们的肺呃在呼吸啊，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吸气呢，它是它不一定要到到这个肚脐这个地方啊，呃，但是呢，我们的观想就是这样子观想，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啊，这个过程当中听一会儿会儿啊，能听多久都可以的，听一会儿，然后听的时候呢，就是心要保持啊这个。 平静啊、呃，同时呢，也就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这个心啊，啊全神贯注的这个就关注啊，关注其，旗啊，旗现在就在这个都旗哎这个地方了哎，然后这样子观相啊，那么这个观相的时候呢，心里就不会有别的杂念啊，他一直都在关注啊、呃，然后呢啊，就是啊。 这个完了又开始要这个呃这个呼气的时候呢，呼出的时候呢啊，然后就输第一个数字，哎，就心里啊默念就可以啊，就心里想咦咦，哎，前面我们都不一样是什么呢？前面我们不就是一呼一吸就是一个数字啊？那现在不是了，这个时候呢吸啊，然后往下压啊，那停留停停一会儿，哎，然后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数啊、呃，就心里面就想哎一哎，然后呢，慢慢的这个气呀、啊，由这个呼出去哎、呃，呼出去，呼出去的时候呢，气的这个颜色哎、呃，始终就是就就观想它就是一个白色的气体哎、呃，白色的气体啊、呃，冬天啊、呃，在外在户外哎、呃，我们呼吸的呼呼吸的时候呢。 我们看得到这个，我们呼吸的这个空气啊，就是一个白色的啊，就是这样子去观想，哎、呃，然后从这个，从从从口腔啊、呃、出去，出外面，哎、呃，四个手手指啊、呃，大概这个地方，哎、呃，然后呢，这样子出去了以后呢，啊、呃，又停一停，停下来，哎、呃，在外面啊、呃，不要立刻就是吸气，嗯，听一下，哎、呃，那。 就不要刻意的听很长时间啊，就正常的去听一会儿，哎，然后呢，听的过程当中啊，更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呢，全神贯注，哎，这个气气现在已经呼出去了，就在我的啊这个嘴巴、里嘴巴啊四个手指的这个地方啊，七就是一个白色的气体啊，这么关注它，哎，然后呢，心里不想任何的其他的这个事情。 都不像，哎、呃，保持非常非常平静哎、呃，然后呢，要开始这个呼吸的时候哎、呃，这个时候呢，呃，就要说，呃，然后就心里面就像哎，R、呃、第二个数字啊，R 哎啊，完了以后呢，又开始呃这个吸气哎、呃，然后吸气了以后呢，又是跟刚才一样哎、呃，就是就到肚脐的地方哎、呃，然后听一会儿，然后说啊、呃，最后就是心里香。 三，哎，然后又回来，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呢，就输到七，或者是前面就输到五也可以啊。然后呢，再后面就输到七，再后面就输到十就可以了啊。那上面就不不再不再数了，就就就输七或者输十都可以。那这个有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啊，它是单数啊。 就是我们看前面呢，就是爽啊，就是一个呼一个吸是一个数字啊，这个是单面的，就是一个舒就是一个呼是一个数字，吸也是一个数字啊，呃、啊，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前面的这个这个修法呢，啊，它是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不需要呃刻意的去这停留啊，那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是要吸了以后呢，啊，就能听一下，嗯、然后呢，呼气的时候呢，啊，这个。 也要在外面啊，也要听一下，然后呢，同时呢，也有一个简单的这个这个观想，哎，那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哎，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哎，就是关注这个呼吸。这个时候呢，一定会，哎，感觉到这个心非常的平静，嗯，非常非常的平静，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 啊，就是放下了所有的其他的这些杂念啊，没有任何其他杂念，呃、啊，全神贯注的在这个这个这就是去思考这个关注按住哦、呃，这个专注这个这个梳子那或者是呼吸啊，那没有其他的这个呃念头，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心是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平静，嗯，那。 我们这个修这个方啊，修、呃、这个修法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这个内在的啊、呃，这种安静啊，平静。嗯，啊、呃，并不是这个梳子啊，梳子呢，呼吸是不需要，梳子也不需要，这是一个方法而已啊，这是一个手段而已啊。那么需要的，真正需要的，需要就要得到的，呢，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呢？啊，就是。 通过这个手段，通过这个方法、嗯、啊，就达到我们的心非常非常平静。哎，需要的就是这个，哎，这是我，这是我们需要的这个目标。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啊，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心就自然的就就就它就自己就沉淀下来了。哎、啊，就是比如说，呃呃，就是一杯啊、呃，这个污浊就是污浊的水啊，浑浊的水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不动它啊，放在那，它慢慢慢慢它自己沉淀，慢慢自己就变成了这个清澈，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先通过这种方法，慢慢的啊，就是让它去这样子沉淀。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它自己就逐步逐步的就就变成哎哎清金呃，或者是平金嗯啊凝金啊这样子的状态。这个凝金啊。呃 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禅修啊，这个就叫做机智，哎、呃，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的啊、呃、清澈啊、呃，然后呢透明啊、呃，然后就是就一个这样子的感觉，一个非常平静的平静的一个状态，哎、呃，也没有什么念头啊、呃，没有念头啊、呃，但是呢，这个没有念头的这个状态，这种感觉是自己心里是非常的清楚的。 哎，那么这个这个就叫做这个禅修。哎，比如说我们、嗯、神都睡眠的时候啊，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啊，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这感觉不到的。神都睡眠是没有杂念，这个我们可以推理，哎，判断啊，肯定是没有杂念的。但是呢，没有杂念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我们感觉不到的，哎，自己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体会不到的、嗯，然后昏迷也是这样子啊、哎。人进入昏迷的状态的时候，同样也不会有这个呃念头啊，同样也不会有任何的杂念啊、呃，但是也没有办法感觉到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哎。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就是维度就是这个基值就不一样了。基值呢，它第一个呃，它可以没有其他的这些呃杂念啊、呃、念头。 啊、呃，同时呢，他也可以感觉得到、感受得到什么是没有杂念啊？没有杂念的时候是个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哎、呃，在这个诗中，他自己非常的清楚的，所以这个就是就跟这个这个睡眠呐、昏迷啊啊，这都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非常清新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哎、呃，他就叫做禅定。 哎，然后到时候这个再上一个，再稍微再升，呃，稍微再提升一下啊、呃，就提升一个层次的时候呢，啊，然后就说不定啊，这个当中就看到了他自己的呃本心啊，现在没有看到什么本心，只是心很平平静而已啊，他只是感觉到了他自己很平静，哎、呃，但是平静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哎，这个现在还还不知道啊。 啊，也没有要求啊，现在就要去去，呃，这个体会这个，呃，这个是后面的事情啊、呃。那么这个时候呢，心平静就可以了。好，这个是这个第二个修法，呃，第二个修法。那么第二个这个修法呢，也是也需要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安住心、续住心、解住心啊，这三个呃方法呢啊。呃 任何一个，我们刚才也讲了，任何一个禅修啊，它都需要这个、这些方法。这个就是我们的禅修啊，能够顺利的这个这个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最佳的方法，也就是唯一的方法呢，就这三个啊，就是安住啊，然后虚住，然后借住，就这三个了。哎，如果这个当中啊缺一不可，哎、呃，如果缺了一个啊。呃 那这个禅定就是不可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没有安住啊，那怎么修禅定呢？啊，如果没有虚住不积蓄了，那就一秒钟修了一下，那也没有用啊啊。然后这个没有解住的话，那我们这个初学者的心呢，他不可能这个就停留很长时间了，他一定会走神。那走神了以后呢，如果没有这种解住性，没有这种方法的话呢，那也就是没办法修。 没办法修禅定呢，所以这三个当中啊，缺一不可，哎，啊，这个都是，呃，任何一个禅修啊都需要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慢慢的，哎，就是慢慢的就是去体会感受这个它的平静的这个状态，然后逐步的就是把这个平静的状态呀、啊，就拉长，哎。 这样子，那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逐步的就可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稍微，呃，适应了以后呢，心就能够静下来，哎、呃，那静静的时间啊、呃，平静的时间啊、呃，自然啊、呃、就会长一些，哎、呃，这个时候就会长一点，这就这就没问题了，这慢慢慢慢就是可以延长啊，那这个就叫做数呼吸的。 呃，一个方法，哎、呃，这个，呃，是特别的简单啊，然后呢，也是一个我们佛教里面是一个常用的一个修法，哎、呃，这个大家也一定要哦、呃，这个要自己要会修啊，自己要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啊，一定要了解，然后呢，不仅仅是学一学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知识啊，不仅仅是这个听一听，而且。 必须啊，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必须必须要有这个实际的体验，哎，这个是最重要了，哎，光是去学一下这个方法，这不难呢、啊、非常的简单啊、哎，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没有这个体会啊，没有感受啊、呃，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用的，哎，所以呢，必须要首先必须要知道这个呃这个方法啊、呃，文字上理论上。 啊，了解，然后呢，啊，就必须要有这个实际的，啊，这个体验啊，体会啊，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哎，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啊、哎，这是一个禅修的这个，呃，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那么其他的这些一些相关的，哎，比如说我们困了怎么办呢？或者是这个特别的散乱了怎么办呢？啊，这些方法呢，哎。 哎、呃，这个我们的这些、呃、有很多这这方面的资料，哎、呃，这个大家自己去学习就可以了，哎、呃，这个我们今天不在这儿讲，啊，呃，今天有讲的话就是重复了，哎、呃，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前面的两个啊，贤、呃、宗的疏呼吸的方法，哎、呃，这个。 每一个方法啊，每一个方法，或者是这两个方法呢啊，必须要修三十个，三十个小时以上，哎，三十个小时以上。如果我们按啊每天一个小时这样子去修的话，那就是修一个月，啊，一个月，那就是这个以上啊，一个月以上。 呃，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内容。好，现在就讲第二个内容啊。那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这个有香机制里面的这个密法的一个有香机制的这个修法啊。那这个修法呢，特别的有意义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个不，这个修法呢，它同样也是一个呼吸的修法哎，然后它同样也有这个修极致的这个效果啊。 那它另外有一个效果，另外一个小故事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啊修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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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字、这个、无声金刚耸这个修法，哎，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一天啊，这一天这个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啊，你念任何一个咒啊，念任何一个咒，念任何一个咒，都变成两万啊，两万遍。 啊，都变成两万遍。比如说，我们只念一个金刚萨多，比如说白字明啊，那么它一定会变成这个两万遍啊。这个，呃，这个，呃，白字明的功德有这个功德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嗯、呃，我们一天呢、啊，每一天，每一天呢、啊，就是有多少个呼吸呢？一个正常的人一天。 有两万一千六百多次的这个这个呼吸，哎，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先修这个自自己的这个呼吸，跟这个嗡阿哄啊连接，这样子修了以后呢，然后呢，第一遍哎，这个就修了这个这个这个修法以后呢，然后后面的这个我们就是这一天的这个呼吸啊，全部都是变成这样子的这个。 啊、呃，这个金刚颂，呃，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你任何一个州，呃，它都是变成这这这个这样有这样子的功德啊。这个佛经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记载的，这个呃特别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一定要修啊。然后呢，它同时呢，呃，也是一个一个机智的修法，哎、呃，这个很有意义。好，那我们嗯就是就讲一讲这个修法啊。 那这个修法的这个前面，比如说身体的姿势啊，然后就是这个排除污气啊等等啊，那么这些都是一样的啊，这个都是跟前面讲的都是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法菩提心啊、皈依啊，全部完了以后呢，啊，这个最后的具体的正式的修法啊就不一样了，这个修法就是另外一个修法了。 那么这个修法就叫做三字，三字就是嗡阿吽啊，这三个字，无胜无胜就是跟空心啊不胜不灭有关系，哎，所以就是无胜。金刚颂，金刚是什么呢？金刚就是佛的身与意啊，叫做金刚啊。那么嗡阿吽这三个字呢，就是佛的诸佛菩萨的哦，这个这个身口意。 呃、啊，这三个就是用文字啊，就是线纤维文字的话呢，那就是嗡、嗯、阿、啊、红哎，所以叫做金刚啊，松就是我们念这个嗡、嗯、阿、啊、红然后同时去修，所以叫做金刚松。那这个金刚松我们怎么修呢？当这个吸气的时候啊，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这个这个这个显宗的这个修法，它也就是吸气吸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吸的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啊！我们把它观观相为白色的气体，哎，就就就仅此而已啊、哎，没有别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修法呢，他把这个这个空气啊，就观相为以善世诸佛的神加持文字白色的嗡啊，白色的嗡，就嗡阿红这三个啊当中的这个。 嗡、嗯、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这个空气啊观香为嗡、嗯、啊，然后从我们的鼻孔啊进来，啊，就是进来啊这样的观想，这多了一个观想啊，多了一个观想，然后呢，这个呃吸气啊是一样的，呃、啊、吸气是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一样的吸气，但多了一个观想，哎、啊，就把这个空气。 呃，观香为呃白色的翁子，翁子的辛香啊，吸吸进来，吸进来以后呢，牙伤风，呃，伤风是我们现在这个呼吸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气啊，然后呢往下压啊，往下压，哎、呃。 呃，那这个我们没有学过这个七脉名点的这个修法的人呢，啊，这个也就没有什么很具体的修法，但是我们自己心里就这么观想啊，这个嗡、哦、啊，就是就是从我们的呃这个鼻孔进去以后呢，就到了这个肚脐这个地方，哎，我们就是从从上面哎往下压这意思，然后呢，拿下脐，下脐就是这个人的。 这个这个气体下面的气体，人的气体分上气体下气体很多很多的，这个人的内在的这个循环的气体很多啊。但是这些我们现在没有学气门命点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没关系，哎，我们就是下半身往往上拉收啊，然后上面的气往下压啊，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哎，这个动作就是是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这个就可以了，这叫做。 呃，压伤风，风就是气啊，压，这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风跟后面的气，实际上就一个意思，就是人的气，哎，气体上面的气体，哎，我们呼吸了以后呢，我们把它就压下去，哎，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下半身啊，往里面收，哎，往往里面收啊，这叫做拉下气，简单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汇集在这个脐下，就在这个肚脐这个地方啊，上脐下脐就是在这个肚脐这个地方，就是合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立即就观想啊，刚才不是进来的时候就是嗡吗？啊，那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脐下脐上脐的这个中间这个脐，我们现在就观想为啊啊，观想观想为这个红色的啊。 观想善是诸佛语本体，哎、呃，就是说，啊啊是善是诸佛菩萨的语，啊，它就是代表啊诸佛菩萨的语，啊，然后这个就是就红色的啊啊，那现在我们呃就是具体的呃方法啊，吸进来了以后呢。 然后就往下压，然后尽量的啊，不要马上就就就这个呃这个呼气啊、呃，就是要听一听，听一听，呃听一听，听留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观相啊，刚才进来的时候它是一个翁字啊，那现在就是它现在就停留在这个肚脐呃这个里面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观相为啊，它马上就变成了啊，哎，然后就是听一下，哎听一下。 啊、呃，听了以后呢，啊，听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就就就就听这么一会儿会儿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不太舒服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气啊，要慢慢的放出来，哎，就呼呼气，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个啊啊，又变成了这下面的蓝色的红，哎，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蓝色的红。 呃，然后这个我们观想这个阿字的时候啊，阿的本心显而五子心命空了然了之，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呼吸啊，呼吸气体就变成了阿，然后安住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同时啊，去关注我们自己的心啊、呃，因为我们把气就在这儿，这个已经把它，呃，这个。 安住在这儿啊，这个时候呢，因为人的气跟人的念头是有密切的关系，哎、嗯，然后呢，气停住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念头也很容易啊、呃，很容易静下来。那、啊、静下来的时候呢，它是明空了了然了之但这个现在我们还不需要去这个了然了之明空啊这些呢，先暂时就是不需要理解为。 密宗里面或者是禅宗讲的这个明心坚性啊，这个还不需要不需要理解为这么这么这么深的，呃，这不需要这么呃不需要了理解为这么这样子的高度啊、哎，就是简单了解为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很平静的。 嗯，非常的平静。这个明空呢，就是说空是什么呢？空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啊。命是什么呢？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它虽然没有杂念啊，但是它跟这个昏迷、跟睡眠不一样。我现在特别清新的，可以感觉到，哎、呃，这个没有杂念的这个状态，呃，自己是可以可以感觉到的。这就是命啊，空和命就是这样子。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按住啊，就是按住这么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哎，都可以的。呃，然后呢，开始啊，就是呃，就就就停不住啊，就是要这个要吸，要气要,要放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就是慢慢的啊，就不要一下子突然间啊，这个呼气啊，就慢慢的把这个气呃，可以这个啊、呃、呼气，哎、呃、呼出来。 哎，放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啊，把这个心啊，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七啊，就观想为红子，哎，这样子，在心能安住期间，一直安住啊，能够按住到五秒钟啊，就按住五秒钟，能按住到三秒钟，就是能三秒钟啊，反正能按住多久多久就按住多久，在这个按住的时候呢。 这个安住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最关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当然这个我们去观想这个阿紫啊，全神贯注的去这个安住于这个呃，关注这个阿紫啊，全神贯注，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念头，就去想，只想啊这个阿紫，哎，那这个时候同时我们就会关注，这个时候我。 没有其他的念头啊，只管住这个阿字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哎，肯定是一个非常的明了，哎，非常的清澈，非常的透明啊。简单的说，就是非常的平静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肯定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哎，我们能停留多久就能停留多久，哎，三秒钟、五秒钟啊，都都都可以。 然后减脂不住的时候啊，减脂不住的时候呢，啊，这个气呀、啊，大家也就不要闭在里面，时间不能太长了啊。就稍微有点不不舒服的时候呢，哎、呃，然后就是呃，气放出来，哎、呃，然后呢，呃，就是，但这个过程呢，还是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啊。这个我们的气呢，气跟这个人的气呀、啊，跟人体的各个方面都有都有都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不能。 不能随便去挑，呃，不能随便随便去控制它，哎，就是要它正常的这个呼吸。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呼吸当中呢，哎，我们可以就找这么一点点的时间，让他听一听，哎，听的时候啊，呼气的时候啊，吸气的时候、啊，任何一个时候呢，啊，就是要关注，哎，这个时候的自己的心的状态。 哎，新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然后我们前面讲的和一样，这个呼气呀、啊、吸气呀、啊、停留啊，还有闭气啊，还有就是这个观想啊，实际上这些呢也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手段。哎，通过这些方法和通过这些手段，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呢？需要得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新的平静。哎，平静，就是要要。要 呃，就需要得到的就是就是这个，哎、呃，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哎、呃，所以这个时候呢，心是一定是明空的，哎、呃，明空我们刚才讲了，还现在还目前还不要不要理解为啊、呃、这个空心，啊、呃、明空就是一个禅定的状态，哎、呃，理解为禅定的状态就可以。这个时候呢，哎、呃，不管是这个吸气的时候啊，啊闭气的时候。啊啊 还有就是这个这个呃呼气的时候呢，任何一个时候啊，心啊没有变化啊，气有变化，气有变化，其实这个进来然后安住然后出去啊，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它有变化，然后这个字有变化啊，从嗯变成啊，从啊。 又变成了这个空啊，它有变化，但是心没有变化。哎、呃，心，我们的心呢，就是始终就是一个，呃，一个特别的平静的这个状态。哎，因为为什么他他能做得到吗？他能做得到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因为它杂念它没有这个，呃，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欲力，哎，它不会产生，因为这个。 呃，我们已经全神贯注在想这些，呃，这个时候呢，杂念就不会进来的。啊、呃，只要你一点点不注意，就是就不去不去关注的时候呢，啊，然后杂念呢，它就有这个，它就有有机会，呃，产生啊，它有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在一直在关注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关注按住这个目标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这个机会诞生啊，没有机会产生，所以杂念是不会有的。 那没有杂念的时候的这个状态，那肯定是平静的，哎，非常非常平静的。那这个时候呢，呃，要去关注啊，要去感受，感受它的平静啊，感受到了它的平静啊，比如说感觉感受了三秒钟，那这个三秒钟就叫做禅定的三秒钟，这三秒钟就是禅定，哎，嗯、呃，就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杂念啦、啊嗯，啊。 第一个，他没有杂念；第二个呢，他也非常的清晰的看到了他自己，哎，所以这叫做禅定。就安、嗯、住啊，这个一直都安住。然后呢，坚持不住的时候呢，啊，差不多的时候啊，坚持不住。我刚才讲了，再再重复一遍：这个气啊，不能在身体里面呢，就是刻意的避很长时间，这样子是这样子不对的，哎，就是。 自己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还是在一个正常的呼吸的范围啊范围内，哎、呃，稍微啊就是往里面啊按住一下，哎、呃，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呢，这个气呃就是就放出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以散食诸佛以题以本题文字啊，这、呃就是一个蓝色的。 轰啊！这个蓝色的轰呢，就是代表哎，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哎，诸佛菩萨的行、嗯、啊。嗡啊，吽，它本身就是这三个字啊，它本身就是代表佛的这个神口意。那现在这个地方呢，观想啊，观想成这个这个红字、嗯、啊，这个我们观想红字呢，这个字体上啊。 这个就就观想这个藏文的这个字体也可以，或者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梵文的呃字体也可以，都都都,都没问题的啊。然后呢，呃、啊嗡啊红啊，就这样去观想啊。然后呢，红的形象，啊，这个放散啊，把这个心啊这个气就放出来。然后，并冠想啊，为了利益众生啊，这些气不间断的。 实现哎，就佛的化身哎，这个呃简单想想就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呢，观相啊，这不要想太多啊，想太多了以后呢，还是会对这个禅修会有会有会有干扰啊。我们呼吸的时候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啊。我们平时我们大做之前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哎，就是我们是不是先在我们这个吸把这个气呼出去的时候呢，我去。 观想哎，现在这个这个红字呢，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啊，利益众生啊，是不是可以的这这么去想呢？啊，不是，那如果这么去想的话呢，那就是对这个禅修啊有一定的干扰。哎，这不是怎么去想，呃、哎，但是这个道理呃要知道就可以了。呃、哎，先知道我们大做之前知道这些道理明白，呃、哎、就可以了。到时候就就不需要去想什么，哎，然后到时候呢，就是始终都要保持。 呃，非常平静的状态，哎、呃，平静状态就就就可以了。嗯，这是这个秘法里面的这个嗡阿哄的呃这个修法，哎、呃，秘法里面的嗡阿哄的一个修法，这个特别的呃有意义。然后这个嗡阿哄三个字啊，嗡阿哄三个字的字体呢，呃，就是有哦这个白色的嗡，红色的啊。 蓝色的红，哎，这三个字体呢，我们不熟悉的时候呢，啊、呃，有图片，哎，大家先看一看这个这个图片啊，看看这个图，哎，然后呢就适应一下，然后这个图啊，看了这个图，然后就是这个这个这三个字就是在自己脑海里面呢记住了以后呢，然后到时候就很容易，啊，这个很方便，啊、呃，观想啊。 呃，就立即就把这个嗡、嗯、啊哄、嗯、啊啊，就是这个，就就就观想，哎、呃，就可以了。嗯，这三个呃，它这是这是这个密宗的这个一个一个修法，哎、呃，但是呢，这个简单的修法啊，我们还没有这个观定呢。那这样子的话也没问题的，这个是可以修的。然后这个嗡、嗯、啊哄。嗯 啊、呃，这三个字，呃，它本身就是，它本身就是所有咒语里面的一个最最最殊胜的这个咒语嗡、嗯、啊吽啊。为什么最殊胜呢？就是因为他就是，他是这个代表佛、诸佛菩萨的这个神口意，哎，所以他是最殊胜。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呃这个呃西啊主、呃，然后就呼啊、呃、这三个。 呃，跟这个乡音、呃嗯、啊、嗡啊哄三个啊、呃，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更加的，它就有有额外的意义啊。同时呢，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心啊、呃、能够平静下来。哎、呃，那么这个是特别有意义啊。那嗡、嗯、啊哄啊，就是就是就就这三个。哎、呃，前面第一个就是白色的嗡、嗯、啊，然后呢。 啊，中间的啊，就是这个红红色的啊，然后呢，后面的就是蓝色的红啊，嗯，啊红、嗯，啊，平时呢，多多看看这三个字，哎，呃，然后呢，记住，哎，记住了以后呢，到时候就观想，哎，那么这个禅修啊，这个禅修呢，大家也一定要要修啊，然后呢，也要修啊，三十个小时以上。 哎，三十个小时一上，先修三十个小时啊，然后呢，以后呢，啊，就是如果如果能修的话呢，每天啊都修个修个这个修一修啊，修多少呢？哎，多少都没问题的，就是就就根据自己的时间啊，比如说这嗡啊哄这个，就是这跟呼吸是就就一起的，所以这很快的，哎，就是修个。 多少都可以，二、啊、十一遍呢？啊，或者更多一点啊，都可以了。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当天呢所念的这个周啊、周瑜都变成这个两万遍啊，两万遍的功德也是特别有意义。这跟、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哎、呃，那呃以后的话，每每天啊修，哎，这个是特别有意义啊。然后呢咳咳，这一次呢，啊，这就是通过通过这个修法是。 主要的目的是这个修禅修啊，主要目的就是修修修禅修，所以呢要集中的修，集中的修，呃，就是修三十个小时以上，哎，一项修多少呢？修多少都都可以。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通过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个这个机制的修发啊，然后就是像野马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心啊，非常的野蛮的这个心啊啊，就就是、慢慢慢慢就可以。 可以调伏啊，驯服。那最后呢，啊、呃，他就就变成一个非常平静啊，啊、呃，禅定修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就就就非常的听话啊，然后呢，就修任何一个法。 啊，都是这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特别有意义。哎，这样子，然后这样的这个西气，嗯啊，这就就这样子啊，西气是以嗯啊，安住呢就是以啊啊，那这个拍起呢就是以这个用用啊、呃、轰啊，那这样子的这个轰翁、嗯、啊轰三个字的这个形象，呃，姓氏啊无三而专注。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心就是，就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一定要特别特别的专注，哎，专注。那专注的时候呢，有时方法是我们刚才讲的，哎，一个就是专注啊，按住啊，然后按住后面呢就是虚竹，然后就虚竹后面呢结住，就这三个，三个这个循环。然后呢，实重就是要保持。 我们的心事啊、呃，我们的心啊，就是不能三乱啊，不三乱，就是专注于这三个字和我们自己的呼吸，哎，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达到这个呃禅修的这个效果，哎，心就慢慢慢慢就平静下来了，特别有意的，哎，一方面呢有功德，哎，那一方面呢，我们念的咒都变成变成这么这么多的功德啊，然后同时呢更有意义的呢。 就是修除这个机制哎，所以这个修法是，是一个跟其他的方法呢，就是不同的不同的方法啊。那密宗呢？ 它另外一个名字呢叫什么？叫方便称啊，小称、大称、方便称啊。方便称为什么叫方便称？因为它这个里面呢有特别特别多的方法，呃，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多啊、呃，就是让我们呃这个心善端恶呀，然后呢这个积累资量啊，断出这个忏悔呀、这个罪业呀，这样子的方法是特别的多，所以叫做方便称啊。那么这个呢？ 也是其中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修法啊，此法随时都要修啊，这个我们就是先修、呃，先修这么多啊，然后呢后面呢随时都要修。为此成，这个就叫做物生啊，金刚颂，每一天七云行二万一千六百哎，这个是狮伦金刚讲的啊，狮伦金刚里面讲。 这跟我们一个人的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成年人啊，婴儿跟这个老老年人就就不一样了。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年人，这个一天的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他会呼吸多少多少遍呢？就是两万六一千六百次，哎，呃，这个跟现代的医学啊，基本上都是这是吻合的。 基本都是温和的，这是伦金刚讲的。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把这个这三个字跟我们的呼吸啊，就是结合这样修了以后呢，然后这一天的这个所有的呼吸啊，后面虽然是我们没有修啊，但是因为前面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这三个字跟我们的呼吸和结合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整天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呼吸啊。 都受到他的加持，哎、呃，他的加持，然后呢，每个后面就念啊、呃，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念一句啊、呃，也就每一个呼吸每一边都有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字的啊，这个这个佛的名号的功德，因为这这是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嗡阿吽啊、呃，他们的加持啊、呃，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个善字无声金刚耸啊。呃 也有这么多啊、呃！这个里面呢，就讲了这个，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嗡啊哄就这么多啊、呃！但实际上不仅仅是嗡啊哄啊，比如说我们念其他的咒，其他咒也就这么多，哎、呃，就是它变成这样子的功德。所以此功德啊、呃，是说不说不尽的，说不完的，哎、呃，所以呢，平时也要修啊，平时也要修。我们这一次呢，是为了修机制，是为了修机制啊！但是平时啊， 呃，也也应该去修，这个就是不仅仅是为了积积资啊，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个修法。所以我们这个修法呢，这个善字金刚颂的这个修法呢，啊，也可以，呃，就是用来修机制啊，通过通过这个方法来修机制也可以啊。那平时呢也修啊，那功德无量的，这个是特别有意义啊。 呃，然后呢？那、呃、这个这一上啊，我们就就教了两个啊、呃，这个邮箱机制，邮箱机制啊、呃。那么希望大家就是通过这些方法呢啊，认认真真的去修啊，认真,真的去修啊,啊。大家不要哭诉啊，我们的心静不下来呀，杂念很多呀，这个没问题的啊，这都没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不去修这些。 这些机制的这些这些方法啊，那如果修这些方法的话，那杂念再多也是没问题，可以解决的。哎，如果是不修这些的话呢，那么那我们的杂念从无始以来是这样，到现在是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状态啊啊，从现在往后呢也是这样子的状态，这个是没完没了，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 所以这个修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把处理性、菩提性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立刻啊、呃，就是开始投入这个修啊，这个机制，然后呢，机制修了差不多以后呢，然后再后面呢，就是修空心，啊就空修空心。那么修空心，那这跟我们的修修修法，这跟、个、我们的修法整个的这个修心的这个引导文啊，那么就是。 已经到到到这个最最最上面，哎、呃，这就是空心，就是我们的啊这个顶层，哎、呃，然后这个时候能不能正悟呢？那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之前的啊这些基础的修法，哎、呃，有没有修好？哎、呃，如果有修好，那就会会正悟的；如果这个基基础的就是修法没有做好啊，那虽然这个过程全部做全全部做了一遍啊。 但是呢，也不一定能够能够证悟，哎，所以就是这个要靠自己的哎，这个之前的修行的功夫，哎，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后面呢，这个禅修的后面呢，其实只有一个修法呢，就是空心的修法了，哎。那么空心的修法修了以后呢，哎，如果就是我们做的好就证悟了，做不好呢就得要又要要从头来，哎，从头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好，我们今天。 这个给大家啊呃介绍啊、呃、这个禅的修的说法就介绍到这里。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啊、呃、嗯,嗯介绍啊、呃、就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啊、呃、大家有什么疑问哎我们可以可以这个文档啊、呃、交流。呃，请问上师，若前面的家行还未修完，这次讲的戒止可否同时修？还说应该把。 前面的加行修完再修机制呢？嗯，就是就是先把这个前面的加行修完啊啊、呃、再修啊。如果是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的话呢，那同时修也没问题的。<才>如果只能修一个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能做一个功课的话，那先把加行修完，修完了以后就修这个。刚才像是讲，嗯、呃。 呼出气的时候，把“轰”字变成无数的化身，什么应该怎么观想的？是佛陀的化身吗？嗯，对，佛菩萨的化身。请问上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就叫做解脱吗？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后，又叫什又叫什么状态呢？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是，就是就是获得了菩萨菩萨的第一地，哎，菩萨的第一地。 王后还有就是第二到第十啊，第二第第十的，呃，但是这个这个很快的，哎，就是所以呢，就是王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就相当于就成佛了。实际上没有成佛，但是呢，相当于成佛了。后面的都不是问题了。还有一种是不正常的往生，就是那种在莲花里啊，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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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情况，对，呵呵。 他问：“和和阿罗汉的区别是什么？”往生西方极乐、啊、他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与阿罗汉的区别是什么？”阿罗汉就是在寂在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呢，他也有阿罗汉呢，那就是阿罗汉，他是小乘的阿罗汉啊。然后呢，也有不，那个菩萨，也有阿罗汉，那就是他是那个跟小乘的阿罗汉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正常的情况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但是阿罗汉还是就是说他没有发菩提心，但是往生他就是、呃、是。如果是没有发菩提心的话，他也可以往生那往生了以后是就不是菩萨了，往生了以后就是阿罗汉。嗯、呃，那他在极乐世界，他还会再重新发菩提心，在往上修吧？对对、嗯、对。对对请问上师，吸气和吐气是鼻鼻吸口呼，还是鼻吸？ 鼻呼，这个都可以的。前面的咸宗的大部分都是抠，啊，然后呢，后面的密法的这个里面呢，它降了这个 b 啊，但是实际上那两个都是可以的。嗯，请问上师，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最后的观想入定可以用今天的方法吗？可以用这个方法是是入定的方法吗？啊？ 嗯，入他说修上士瑜伽的时候，最后观想入定，是不是可以用今天的讲的方法、嗯？今天的这样的方法就是他入定了以后、就是，就是就是就就就就什么都不想啊啊！如果是他还没有正悟的话呢，那那就就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啊停留啊。正悟了的人，那就就进入了正午的这个空心的状态。呃，那这个跟今天的又没有什么关系呢？ 这也有一点关系，就因为今天讲的这个呢，它也是那个机制啊。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就花光花光了以后，最后进入机制呢？那那没有证悟的人就只有这样子，没有证悟的人就只有只有进入机制，啊啊。呃、那他猜应该是这个意思，这可以的，对。请问上师，龙清八尊者的《如意宝藏论》里面讲到的显现是心。 显境不是心，如果承许显境是心，会有无情法也变为有情法的过失。如果按照如意宝藏论的观点，显境不是心，那心和外境不就成为了他体了吗？这和为师中里讲的万法唯心造的观点不是自相矛盾了吗？这个表面上讲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实际上。 这都是这个跟为师讲的是一样的啊、哎，但是表面上呢，它比如说稍微，比如说我们在现实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现实当中呢，我们的心跟外面这张桌子肯定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哎，那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稍微分析，稍微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分析，比如说我们的心这些这些东西的本质是心，但是呢，它这个表面呢。 不是心，哎，不是我们的心，这是物质啊、呃。那这个是，从我们的从我们现实的角度讲的，哎。但是如果是往里面再深一点的去分析的话呢，那肯定是他们他们也都他们的本心，都是心呢、啊，那是肯定的。但是表面有一点，表面上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哎，所以就，所以就这个龙清巴就稍微就是就讲的稍微。 呃，稍微细细一点。呃，请问上师，瞥见心性算不算是正悟？还是说要稳定的看见才算？见性起修是不是初步的正悟？见修啊，就是只是看见一点心性，算不算是正悟？还是说看见一点点心性呢、啊？心的本性呢、啊？嗯、呃，对。啊。 看见一点点也是正无啊，这个这个、时间长短都是无所谓的，都是只要看到了心的本性，嗯、肯定是肯定是正无了。哦，说哦，就是不是说一定要非常稳定的看见才是帅哈？啊、那是后面的事情，这个这叫、就是、稳定是后面修了以后才稳定。嗯、那说见性起修，就是说初步，就是看见一点心性，就是可以。 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就是初步的正务这个见性就是初步的正务正午、嗯、就,就是可能不一样的，这因人为一而异而已啊。有些人就就一开始的时候，政午的时候也就很稳定的啊、哎，有些人不太稳定。大多数的人呢，如果后面不修的话，可能不太稳定。嗯，嗯，上师说过，在嘉兴道后期就不会退转，是因为嘉兴道的后期就会，就是因为看见了心性吗？ 不是他的，他的看看见了这个心的本心，正午是异地呀，异地的时候才才是真实的看到。那这个假心道的时候呢，因为他的修心的那个那、这个比较成熟了，呃、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就不太容易推失。就是说，还是要比较稳定的正午以后，才是才会不会不会退失。啊、嗯，这个假心道后期的时候是比较稳定了。嗯嗯。嗯 就是说，初步的证悟还是会退失的。初步正悟如果不修心，就会退失的。好的，请问上师，有时候说法身佛是普贤如来，有时候又说是毗卢遮那佛。我们有时候说无量光佛也是法身佛，这个都不矛盾的，都是都是谁都是这个法身佛啊，都是都是不离，对对对对，都都是、哦、都是无二无别的。 他说：“法身不是只有一个吗？为什么有这么多说法呢？”这些说法都是都是一些现象啊，它就是一个现象上，比如说，譬如那个譬如这拿佛呀，这不就是一种不同的现象吗？啊，实际上本质上就是法界，法界就是法界就是这个，就谁都是法界啊。实际上这个谁都是法界都不矛盾的，因为法界是所有。 所有佛呀，或所有东西呀，所有万事万万无的本心，哎，所以谁都是法界。嗯，请问上师，密乘的戒律高于菩萨戒，也包含了菩萨戒。如果已经灌顶受过密乘戒，是否需要专门受菩萨戒呢？啊，这个要看那个他受关定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成熟的菩提心呢？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菩提心的话。 那就是不一定有菩萨戒，嗯，如果是有菩提心的话，那那那个观定里面，呃，是包含了包含，但是还是跟这个菩萨戒还是这个它的数量啊各方面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呢，菩萨戒呢还是通过菩萨戒的依归，是不是最最完整的？但如果是观定的时候自己有菩提心的话呢？ 通过观丁啊，通过观丁也可以得菩萨戒，因为观丁里面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密称戒里面本身就包含了这些。那没有菩提心，受菩萨戒也没有用吧？是是是，当然了，没有。请问上师，吸气向下压，下半身向上压，向上拉，向上啊、哦，向上拉啊。哦 <laughs> 呃，那个会合在肚脐左右，具体向上拉是需要提提压提纲吗？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嗯、是是是，嗯、我我我们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修、呃、那个修气脉命颠的人，就是只有这样子可以的。嗯嗯，嗯。好的，嗯，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上师。好，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回乡。